刚才是你说要让我红的吗？不不不，我红，我红。都跪下，爬出去。春花的姐姐，快出来救我！喂，这里有他们的同伙啊！这地下藏的是同伙。春花的姐姐，哪儿跑了？给我回来！哎呀啊！哎呀，咬我！太好了，我爹爹来了。小丫头，刚才他是用的这只手打你吗？就是这只手。哎，好像是。黄道长啊，黄道长，孙儿，拜见师祖。我等有眼无珠啊，得罪了您桃花岛的人，请黄道主饶我一命吧。刚才是你说要让我红的吗？不不不，我红，我红。都跪下，爬出去。黄老邪，我们几个在江湖上那也是响当当的高手。这男人膝下有黄金，士可杀他不可辱啊，是吧？但是黄道主是我的仰慕之人，我这是拜英雄。我可不是怂啊。走啊，爬着走啊。